bus。 麻烦前面下车，谢谢。好的。妈妈，快一点！啊，我要去游乐园。好的，到游乐园，出发。游乐园到了，耶！游乐园，再见，怪兽计程车。玩得开心一点哦。哦，这是……是谁？是谁？是谁掉了东西？是谁的礼物掉在车上呢？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那是谁的？对了，把它交给怪兽警车吧。是谁掉的呢？是谁掉的呢？左右看一看，找一找线索。哔哔哔哔哔，扫描礼物，仔细检查，仔细检查。哦，是什么？努力想想，努力想想，会是谁呢？会是谁呢？哦，想到了，是谁？是谁？是谁掉了东西？是谁的礼物掉在车上呢？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那是谁的？那我们去找小灰驴吧。它在哪里呢？它在哪里呢？左右看一看，四处找一找。嗡嗡嗡嗡，发现目标，请等一等，请等一等。哦，不是你。神秘的盒子里面是什么？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。哈，想到了。是谁？是谁？是谁掉了东西？是谁的礼物掉在车上呢？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不是我的。到底是谁的？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？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。既然你喜欢的话，我就把它送给你吧。怪兽车最新夜晚装备，哇哦！哇吼！嘿，太酷了！我要成为世界上最闪亮的车。坏坏的捣蛋车，捣蛋车，我将整个世界变成黑黑的。哈哈哈哈，只有我最闪亮。哈哈哈哈，看我的厉害、啊、黑黑的看不见，黑黑的看不见，我害怕黑黑世界，谁来帮忙？怪兽车队出动。怪兽车队来帮忙，我是坏坏的捣蛋车，捣蛋车，我将整个世界变成黑黑的。哈哈哈哈，只有我最闪亮。哈哈哈哈，看我的厉害。红色的，黄色的，蓝色的，绿色的，闪闪的彩虹灯全都亮起来，好亮啊！我不害怕啦。可恶，我需要更多的灯泡。我
是勇敢的怪兽警车，怪兽警车，我有大大的轮子维护城市的秩序。追追追追捣蛋车你别跑，追追追追捣蛋车快停下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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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怪兽警车一定抓不到我，哈哈，我可是捣蛋车。哼，你不要太得意，站住不许动，跟我去警局。抓住树枝、啊、我动不动、怪兽消防车，我们需要救援。
go go go， 尼诺尼诺 go， 我是怪兽消防车，不要害怕，我来救你，尼诺尼诺，我来救你。秘密，救命啊！我是怪兽消防车，不要害怕，我来救你。升得高高，不要害怕，我来救你。尼诺尼诺，我来救你。尼诺尼诺 ，Go Go Go Go！ 好可怕！对了 ，Go Go Go Go， 尼诺尼诺 Go， 我是怪兽消防车，不要害怕，站稳抓紧，不要害怕，站稳抓紧。秘密，你真勇敢！哎，我的背包，没问题，看我的。Go go go go， 尼诺尼诺 go， 我是怪兽消防车。Go go go go， 尼诺尼诺 go， 保护大家是我的任务。谢谢怪兽消防车。不客气，保护大家是我的任务。哎呦，我的脚，哎呀，好疼啊！哎呀，坚持住，这就帮你叫救护车。哦，怪兽救护车，这里有人受伤了。车随传随到，真好玩。哎呦！大灰狼，你怎么了？受伤了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受伤了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想到个好办法，呼叫救护车。请帮我呼叫救护车！怪兽救护车，这里有人受伤了。收到呼叫，出发！喂喂喂喂呜，喂喂喂喂呜，我是怪兽救护车，大大轮子转啊转，转转转，看我加速向前 go go go， 有人受伤呼叫我。送你去医院。你被骗了，大灰狼，你太过分了。哼！生病了该怎么办？生病了该怎么办？我想到个好办法，呼叫救护车。请帮我呼叫救护车！怪兽救护车，大灰狼又生病了。我不会再被骗了。好痛啊！这次是真的。大灰狼真的病了。喂喂喂喂呜，喂喂喂喂呜，我是怪兽救护车，大大轮子转啊转，转转转。看我加速向前 go go go， 有人生病呼叫我，马上送你去医院。救救我！喂喂喂喂呜！哎呦哎呦，对不起，下次不敢再恶作剧了。小朋友，救护车是给需要的人哦。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最勇敢的怪兽警车。呵呵，跟我一起出任务吧。
哇哦，
哇，怎么有一个这么大的坑呢？这是陨石坑，是外太空的陨石落下形成的。太空？对啊，外太空很漂亮哦。那外太空还会有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啊好啊。可是要怎么去呢？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去找太空人琪琪和妙妙吧，他们一定能帮助我们到外太空。耶，太好了。怪兽车队出发去探险，乘着火箭到神秘太空，怪兽车飞呀飞向太空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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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大大小小美丽星球，我们要降落在哪里？火星，我们来到神秘火星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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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沙漠山洞还有火山闪闪发光，那是什么？是飞碟。怪兽车队到太空探险，怪兽车队到太空探险，怪兽车遨游遨游太空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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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大大小小美丽星球，我们要降落在哪里？月球，我们来到神秘月球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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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高山平原还有大裂谷，长长触角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外星人，浩瀚宇宙，神秘又有趣。耶，什么？他应该是说，他觉得我们很酷。我们把红色彩蛋藏在假山后面吧。好。这里有个大树洞哎！哇，我们把蓝色彩蛋藏在这个树洞里吧。这样怪兽车们一定找不到。这是一个特别的彩蛋，一定要轻轻放下哦。嘘，彩蛋都藏好了，我们找怪兽车们一起来玩找彩蛋的游戏吧。嗯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开始找彩蛋喽！怪兽车出动，出动找彩蛋，彩蛋在哪里？快来找一找！怪兽车出动，出动找彩蛋，彩蛋在哪里？快来找一找！发动引擎，吼吼吼吼！大家出动找彩蛋，快速向前，轰轰轰轰！找一找，发动引擎，轰轰轰轰，大家出发找彩蛋，快速向前，轰轰轰轰，大家一起找彩蛋，找到一个蓝色彩蛋，打开看看装了什么，有好多好多的气球，大家一起开心分享。前轰轰轰轰，大家一起找彩蛋，蓝
汽车躲在彩蛋里，超级大惊喜，大家哈哈笑。原来是怪兽小汽车躲在彩蛋里啊，这真是一个超级大惊喜。